你好像很开心哎。我超开心，我们来到大会师。没错，我们来到这个 Rebel 车具大会师。这个是全台湾的骑 Rebel 的车，我们是车具新手，我们来拿到一堆东西。我们拿到什么？餐序入席券，然后上面要写车主的名字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很好看。这个是布章，刚刚那个是车主的身份证，这个是车子的身份证，抽奖券。今天真的是超开心的。其实我今天的目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来看大家改的东西。没错，我要来研究大家的改装品。为什么我会这么懂你呢？哇，你看这个一排看过去，哇塞！我们的车在这里，我停在最外面，因为我迟到了。我们还没有帮车取名字。我们车子要取什么名字？我要叫铁爸。我们先问一下人家名字叫什么吗？他们不一定会取名字，这样会被发现我们帮车子取名字的习惯有点丢脸。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吗？啊，我们先写名字。他太兴奋了，他已经开始语无伦次了。他刚刚叫我来这里，然后晒太阳，然后跟我说要先写这个东西哦，然后现在又跟我说，我忍不住，我要先去逛逛。不要以为人那么多，我就不会动手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哇，我一看到那个安全帽，真是太酷了吧！你看，你明明就是想要赶快去逛逛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哦，痛哦！哇！那、啊、你要贴车车啊，贴这边刚好这里可以贴，先去头摸彩一下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来逛。我实在是太兴奋了，加上这里人都好热情。你看还有枪鱼玫瑰的，你看，你真的好兴奋哦。没错，这个一体式的，它还有那个转速表，一千一的好低哦。我应该买一千一吧，但我就不用跟你挤啊。你看那个还有猫爪，好可爱。我要买一台一千的，我要改可爱风。好了，我们先去头摸彩箱。他们说这样比较容易中。好了，耶、yeah ！我们怕怕的。哇！哎、欸，你听，哇，好帅啊！好爽哦！你知道这什么声音吗？提升啊，不然。对，轰隆隆隆隆隆隆，冲冲冲冲，波浪累积看波。累积看波，什么东西、啊？轰隆隆隆隆隆隆，冲冲冲冲，波浪奖金大波，奖金大波。没错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爆米花娱乐城的轰轰火龙。这款轰轰龙在游戏当中，只要左右两边出现相同的图案，就会消除。一直连续消除 combo 的话，分数还可以翻倍往上加，最高还可以获得百万积分哦。轰轰轰轰轰轰轰，冲冲冲冲，火龙分数 double， 分数 double。另外，爆米花有70多款游戏，超级丰富，像是捕鱼机、真人百家、视讯轮盘，只要手机拿出来，不用出国也可以享受在澳门拉斯维加斯的体验哦。好想去拉斯维加斯哦！我也好想去澳门哦。另外，在11月17号到12月18号世足赛期间，爆米花还有超级澎湃的活动，陪你一起疯世足，抽抽抽 iPhone 14 Pro 最大奖，还有 GoGo Roll。劳力士百万冰室开回家，让你翻转人生，射门得分当冠军。那我们一起下载爆米花娱乐城。好想带劳力士开冰室，带劳力士开冰室玩爆米花，大奖送你带回家。我们现在要去看车展了。我们刚刚走过来的时候呢，已经变了这么多车了，也是可以，好漂亮哦，满满的。这个椅垫好帅哦，它有旧化处理耶，这感觉你坐的就很舒服。我们先从第一排开始看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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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一个到的人，他的安全帽就是我想买那个的安全帽。觉得你的安全帽买了之后要让小飞画画，它就会变成独一无二的安全帽。那我买两个，一个给他画。哎、欸，一体型的这个吗？对啊，泰国的椅垫，哇，看一下看一下，车展呢？哎、欸，这个椅垫好像很多人都用哎。对啊，那个可以买啊，可是我们没有做过，我想做做看。我觉得好看，这个流苏也蛮好的。这流苏不错哦，蛮帅的。哇，你看那个椅垫，好大哦。
但我喜欢刚刚那个你说泰国的那个，虽然舒服，但还是要兼具美感的人。这个箱子是真的好像很不错，吃东西的时候打开来就盖进去就好了。我原本就想找这个帽子，安全帽这顶，还有这个端子镜呢，我也好想要哦。它这个会左右会发亮亮，常常会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打方向灯，对吧？对，没声音。哇，你看这个大汉堡，好大、哦。我比较喜欢铝箱，铝箱比较帅气一点哦。这个也不错啊。哦，这个小马鞍包好可爱哦。对啊，这是我们 Q 哥。小 U 哪是？老爸有好多东西要换呢。再来就知道自己要存多少钱才够了。你那台车如果花30万，大概要再准备30万。我最近讲改装有时候是一个感觉问题，他享受那个过程，他享受那个成就感。哇，这台帅，因为高把嘛。高把很帅啊。我跟你说，我之前也想要找这顶安全帽，但是呢，我的头实在是太大了。我带了秀仪，我带了阿瑞，我带了 AGV， 我什么都带了，没有一间的厂商的帽子让我觉得够大的，不友善，对大头不友善。有没有那个对自己安全帽非常有信心的？我去戴，够我 size 我就买。这里的还是这里？都一样。跟大家说，他那个 Honda 的第一已经。啊、我好想要一顶安全帽哦！哇，妈妈，你看这风景。我是不是被套路了？你是不是想跟我说，你看装起来就这么好看？哎，我发现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每个人都一定会去环岛。对啊，骑摩托车一定要环岛。你加油。啊，你嘞？你也要去啊。老板不是给我放假？下个月环岛好吧？我没有假了。下个月。我没有假了。过年嘞？过年没有办法，要陪家人。我们这个家庭观念是很重的，这个传统妇女。好吧，要兔兔姐，天，她载了一只无尾熊，好可爱啊、哦！为什么那么可爱？我要推荐给尚勋。为什么？我上次要去拜土地公庙，我跟尚勋借机车，他的机车后座有深深的一层灰尘，不知道已经有几百年后座完全没有载过人了。尚勋，如果没有人坐你的后座，我送你一只娃娃。多么心酸的概念呢、啊？尚勋不要哭哦，卡金马。你看很多人都这样啊，你看。哇，好可爱哦！我们不孤独骑车。好可爱哦，这个好棒哦，好可爱哦，好喜欢这个。怎么办？光是前面选择就好多、哦欸。我发现 Number 500很多女车主哎，很多啊，很多啊，而且是比一般的车还要多得多。想不想认识妹子啊？ Number 买起来，就是我之前也看了这一顶帽子，戴不下对不对？阿瑞呀，你这个帽子太小了啦，我就没办法买啊。这帽子是自己加的吧？它是原本的三车帽，然后这边用定的。帅，我决定我要帮你做一个小旗子，小旗子插在后面吗？对，然后订阅佑佑，没错，我上次就这样讲，我以为是像暴走族那种插两个，我想说我靠，你是要去哪里啊？然后我要再挂鲤鱼旗，鲤鱼旗好可爱哦，干嘛？好帅哦，看为什么它有一个嘴巴在这里，我也想要做嘴巴，而且它的管好漂亮哦，你看它是彩胎的管，哦，炫泡的管。帅，嘿嘿嘿，避震器还倒，黑去啥？这个、喔，嗯、啊，哎、欸，这是 D2 料老大的吗？廖老大的避震器、欸，廖老大也可以赞助我一组吗？阿鸟伟，阿鸟伟，是姐姐的吗？好帅，可以听听看你的这个引擎吗？啊每个都好好听哦、喔，这个避震器是顶天的就对了，这不用再改了，可以骑一辈子。这一组大概要多少？我要修哦、喔，廖老大，最喜欢廖老大了，最喜欢廖老大了。连续一个月买阿尼阿维，哇！你看那个椅子，还有扶手，好猛、喔、哦！这椅子可以这样子跪嘞、欸，好猛哦、喔！这样可以跟我去环岛了吗？不行。那我跟你说，我再帮你做一个夹子，然后把手机夹在这边，好像可以哦、喔。然后我还可以从后面这样子，然后拿零食出来吃。那、啊、你这样可以去环岛了吗？啊，那可以放一台制冰机吗？100%女车主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有这种小可爱的配件。男生不能有吗？男生比较少，男生不会注意这种小细节的东西。我喜欢这个椅子。台北有一间专门在做椅垫的，你看这个超帅的。帥帥，我有追踪他们 IG。他没有业配，但是还是拍家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哦。要抽奖了，要抽奖了！好想要排气管，好想要手把，好想要椅垫。我都没有抽到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抽到你，我让你赚了。这桌有就好。听听看小二哥的排气管。哦哦，它不会很大声，不会很吵、啊。对，跑起来的话还是会很低沉，还是会有一点感觉啊。
比较低层一点。有 feel， 不错哎、欸，谢谢，谢谢。Q 上车才是最大声的，你听，他四出。Q 哥，拜拜。很好听哦。好听。大哥，你的车太帅了吧？这怎么弄上去的、啊？这手工的，在外面是纤维，买帽体，他、去给人家定做。这样子多少钱？我这一点做了15000。大哥，你可以戴起来看看吗？哇！谢谢你的分享，谢谢你。它椅垫是弹簧椅垫嘞，超复古的。太舍不起了，复古耶。这个椅垫去哪里做？是网络上买的，我是买二手的啦，然后再去包啦。请问可以吹吗？是那种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谢谢大哥的分享。我们今天呢 ，Rebel 大会师见习生，今天是来参加这个活动，我们来体验一下什么叫做摩托车的大会师，令我大开眼界。好多东西，好想买，好想买，好想买。你根本就是一个精品的赏车大厂，而且他每支管怎么都那么好听。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大会师初体验。我觉得今天的收获很多。听到了 Q 长的排气管真的是好好听，然后又认识了观众的车群。我们下次呢还会做更多关于摩托车的主题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可以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追踪我们的 IG。你干嘛打我胸部？我们下次影片见。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